上午继续是市政执行，第一位由议事坦大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谢谢主席。首先向陈启市长、副市长、各位局长、主委以及主管表示感谢。那么这几天对我家人的慰问非常感谢，表示敬意。那么因为我今天议题也特别的多希望答复的官员用简单明了的方法来答复。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原住民的祖产保留地办继承的时候，只一个人只能够继承两甲，那么多出来的祖产保留地的面积就会变成中华民国的，这种做法不知道主委、人民会的主委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来请主委答复。主委请答复。谢谢主席，谢谢咱们编合议员。那其实对于继承的面积，按照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办法它是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土地如果取得所有权，原住民保留地取得所有权以后是私有的，所以私有的土地继承的时候它没有土地面积的限制。刚刚议员所提到的面积限制是针对原住民保留地它本身要取得所有权之前呢，有一种叫设定耕作权，设定的时候它有5年的使用才取得所有权，所以在设定的时候面积是受到限制，就是一个人大概就是 2.5 公顷，那全户大概就是20公顷。所以有关于继承的部分，如果是私有的，就是已经比如说是股仲，所有权人是股仲，那当然我的孩子继承我的土地就没有面积的限制。以上说明。好，因为有这样的案例请主委在这个部分能够再先导哈，先请坐。第二个问题，原住民的祖产的农地被林务局等单位霸占为国有，这个问题已经太久了，那么为何我们的政府对原住民的祖产的土地，它是什么理由可以继续的霸占到现在我想主委这个部分可能会牵涉到中央的政策立法的议题，但是呢以现在你现在院辖市的人民会的主委，你的看法如何，请主委答复。因为我今天的议题跟原住民的议题也相当多请答复。来，主委答复。谢谢主席，谢谢咱们贝尔议员。那其实针对林务局占用原住民的土地这一块呢，在中央它有定一个补办彰化边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计划，那它是针对77年2月1号以前呢，如果你有可以证明你有使用这个土地的时候，你就可以取得所有权。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跟林务局交涉很多，包括议员本身的土地我也去会看过，我们从96年到现在在高雄市的盐乡大概受理了700多笔的有关于在林务局范围里面的原住民的土地，但是我们送到林务局审查到目前只通过16笔，也就是只通过34公顷多的土地是还给我们原住民，所以还有将近700多笔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努力。那我想我们也会跟一将主委有一个好的沟通，我们再跟林务局针对占用原住民土地这块呢，我们要争取。谢谢。好，我就是针对这一题 也提供我们主委意见。最大的问题就是彰化边保留地的实施计划要点其中一项，74年以前一直持续使用的土地，但是呢最后的认定是林务局，所以这个不合理。那么我们希望中央的包括人民会包括新的政府，在所有有关归还原住民族土地的
立法还没有完成以前，能够透过行政院颁定过的彰化边保留地管理办法里面的要点之一，认定机关只有林务局或其他行政机关认定这个是不合理，应该要修正，有部落当证人，因为部落最清楚了哈，所以有部落来当证人，所以计划的办法的要点应该要加这一点哈。好，下一题，因为这个都是我最近跟民众接触的议题，有发现到的议题，所以整理出来的咨询的议题。那么下一题是保留地假如是农牧用地要办分割，那么已经在农牧用地居住事实的房舍一定要先拆除才可以办分割，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叶明会主委来再答复，有没有这样的状况？主委请答复。谢谢主委，谢谢党朋友议员。其实土地的分割跟它的地上物是无关的，所以在作业上可能公所对这个部分不了解，那我们会再辅导公所，包括我想地震局这边也是分割的主办主责的机关，我想他们在专业上会更清楚。对，因为农牧用地上面已经有居住事实的房子要办分割，区公所的承办人就说一定要先拆除房子才可以办分割，是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请严明会主委下公文给我们原乡的区公所，可以了哈。啊，请坐。再过来，这个是我最近几年常常提到的议题，我们原住民的部落已经居住事实的房舍基地为何一直到现在都不能改为建地？当然在业务咨询的时候我有提过，那么听到答复的官员有相当多的一个困扰，还要配合航照图啦、区域计划法啦等等的议题，那么我们应该要如何协助部落的乡亲啊？因为他的房子已经就在部落了，已经住了二三十年了，五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但是房子的基地就不是建地。那么请主委跟我们的地政局来简单的答复，我们先请移民会主委答复，要讲快一点，因为我的议题要很明确的答复啊，请说。那我就直接跟议员报告，就是我们目前桃园就有五个部落嘛，哈，我想议员清楚。那这部分我们在6月8号会开审查，6月8号就开审查。那对于刚刚议员所提到，包括航照图这个，因为是中央的一个规定，那其实我们会再跟中央建议，就要针对要符合部落的这种长辈族人的证明，证明这个就是老旧的房子已经居住的一个事实，是部落的一个建地，我们看看是不是在相关的计划要点里面要修正比较符合部落实际的一个需要。好，这大概是这样。好，谢谢地政局，请答复。来，局长请答复。谢谢主席，谢谢伊斯坦大业。这个刚刚主委报告过了，就是他核定了以后，接下来就是有一些使用地的一个变更嘛，那办理这些变更的程序呢，基本上我们是先把这个图集啊绘制完了以后，再办理公开展览或者跟说明会。然后如果是山坡地的话，啊，必要的时候他要组成那个专案小组来去审核，审核完了又才报内政部去核备。下来以后，我们才真正的这个再做一次的公告，才把它用地变更为这个变更完了以后那个使用地的一个类别。好，请坐。这是我们地震局应该要做的工作，谢谢。好，谢谢。所以我们应该要找时间，包括叶明会地震局，我们找时间，找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把你们执行的相关的法规一起讨论定期限。那么我们希望很顺利的让部落现在已经居住事实的房舍的基地能够改为建地，我们下次再一起讨论哈。那么其中一个议题我非常重视，
原乡的传统领域的调查跟部落地图的建立。那么两年以前我都咨询过了，但是呢我们原民会这一点我都没有看过啊任何的一个资料。我们是不是可以尽速来成立小组，让我们高雄市原乡的传统领域做调查，然后把部落地图建立起来，应该要有经费，要人员。地方耆老，我跟你讲，纳马夏桃园乡我最清楚，我很清楚。那么迁移时啦，谁的家族啦，传统领域的地方在哪里，我还蛮清楚。所以能不能成立一个部落调查跟传统领域的调查，尽速完成高雄市原乡的部落地图，请主委答复。来，主委答复。谢谢主席，谢谢党办议员。我非常支持议员所提，就是成立一个调查小组，然后由部落耆老来一起参与。那我是跟议员报告，就是议员在前几年就一直针对原住民的土地一直在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我们也原民会也有去努力过，但是因为中央对传统领域这个部分的工作计划呢，它是要由区公所来提报，那我们也辅导区公所提报的时候，目前只有茂林区公所有提报传统领域的调查计划，而且去年九月就核定，到今年六月就要完成，但是我们纳马夏跟桃园一直没有提出这个计划。那我想说我会再请同仁来协助区公所来提报，那当然经费下来以后，就诚如议员所提的，我们可以成立一个调查小组，针对纳马夏跟桃园布农族传统领域、卡纳卡纳布传统领域、拉拉族传统领域来一起来执行。那也呼应中央现在在订的有关于原住民土地及海域法，它的这个法的草案里面，也就是提到传统领域这部分的一个归回跟调查。好，请坐。要这个部分很重要啊，务必要阶段性的作业跟忠诚，整个目标都要做好哈。下一个议题，我们部落用水做了工程，就是没有水啊，很奇怪，为什么投资下去就没有水？结构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已经建过的蓄水池、找水源，要用简单的水管进到大的蓄水池，为什么会出很大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厂商的问题，公务员执行的问题。巴格里在八八风灾做投资了一亿多的部落用水的这个计划预算，竟然没有一滴水进到那个大水池。那么现在的部落用水是后来陆陆续续又用其他的经费来引用到部落的，那么这个部落用水的问题就是在于有编列所谓的维修费，厂商喜欢赚这个维修费，他不会一次的做好这个工程，要让后续维修的经费透过维修的手段不断的核销，不断的核销，但是有没有水进到部落，这个就是大问题。那么我们希望主委包括经发局能够一起到各部落做过的大的蓄水池，我们确实看水源，用最简单的水管，不要再用大陆的黑管，那是绑标的黑管，我们就可以采购非常简单的水管，流龙线把它接到这个大的蓄水池，那么这个蓄水池呢就会有水。这个主委包括经发局这次好像经济部也有一笔预算要改善我们部落用水的预算经费，你们不要直接拨给区公所啊，
你花1000多万倒水，到最后也是没有水，为什么呢？厂商都是那几个人，一直存在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改善。那么我希望金发局把那笔经费交给公务局执行，然后我们园民会包括我们地方耆老一起会勘真正的水源，比较稳固的水源在什么地方，用一般的水管流龙线，我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可以省很多的预算了。那金发局你帮我答复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做？那金发局局长来，局长请答复。好，谢谢主席。谢议员，那个我想是这样子哦，就是说这笔经费如果我们拿到，我们来研究用什么方式发包最好，好不好？因为我们原来过去都是交给那个嘛，好，交给那个园民会来办这样子的工作。那如果议员觉得我们可能要再做一些讨论，我们就找几个比较专业的部会来到，好，局处来讨论。好，谢谢。那么农路是很重要，那么农路这几年当中改善为水泥路面之后，有它的产业附加值，像二集团宝山农路改善之后，非常多的市民的朋友进到了原住民的农地，在公寮过夜。那么当地的乡亲因为种咖啡、种野生茶，就会在当地露营、买咖啡、买高山茶，这个就是农路要改为水泥路面的重要性。除了当地的农民可以使用安全的水泥路面之外呢，我们的市民朋友进到农地也是安全的，所以希望园民会啊能够再持续的改善原乡的农路改为水泥路面。那么其中一点常常用的抢修农路，我们七公所最喜欢玩这个抢修农路。我们今年有3000万的抢修农路，挖土机摆在山上，摆好几天，摆20天都算钱了。那么，其实像桃园区为主案例来说，这几年当中打水泥路面的已经达到50%以上，那么剩下的几层农路呢，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做抢修农路吗？所以3000万那根本就是玩什么呢？玩假核销啦，一天可以推的他就写50天的核销费，一天2万块，100万就爆掉了。所以我拜托我们园民会的主委，包括农业局，包括我们的法制局，能够订定原乡抢修农路的作业要点。那么有作业要点之后，就依据这个作业要点进行抢修的一个程序。那么我们人民纳税钱使用到桃园原乡的农路抢修才不会浪费啊。我再讲一遍，梅山里、复兴里他们的道路因为下雨路面不平要整修，七公所有3000万也没有去抢修，当地的乡民自己雇用挖土机来修农路，这个不合理。3000万的抢修农路太多了，假如说开口合约在抢修农路的要点契约书里面多加几条规定可以铺水泥路面，那么这个经费才不会浪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主委、农业局、法制局好好讨论这个农路抢修的要点应该怎么定，然后送到我们的市政会议再讨论，定案之后原乡的抢修农路才可以正常化，也可以节省人民的纳税钱，这个非常重要。报假工就会有问题啊，
我们这个改为公法人之后，我非常心痛。我以为恢复为公法人之后会比较好，问题很严重。我们的区长就是傀儡啊，厂商的傀儡。这就是让我痛心，将来原住民要怎么自治？原住民的自治将来被厂商控制，就是傀儡的自治，有什么意义？那么倒不如自治要走向部落的公法人。什么叫做部落的公法人呢？一个部落它有它的传统领域，那么这个部落需要什么建设，要有部落来决定，提报给政府行政单位。那么部落要怎么发展它的文化，要怎么保护它的山林，保护它的生态，有部落决定。因为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一个部落本身就有传统领域，有它的制约性。假如说完全自治，我非常担心原住民的自治会沦为厂商利用的地方，都是傀儡的自治，并没有意义。我之前在推动原住民的自治，因为看到恢复公法人之后，原来自治是如此的混乱，危害地方建设的资源。那么我们台湾非常小，有中央政府，有县辖市，有县政府，那么底下呢还有镇公所，还有乡公所。在政府组织的改造之下，我认为我们台湾的整个乡长、镇长选举等等应该要废除啊。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应该改造为二级制的政府，乡长、区长选举贪污一大堆啊，送到法院送办的一大堆啊。那么最近仁爱乡的乡长选举不是贪赌就是贿选，屏东县的很多原乡的乡长不是贪赌就是贿选。那么对这样的原住民的乡镇，算不算民主机制在运作？不是啊。所以我认为我看到原乡这样的行政机关，那简直是浪费人民纳税钱啊，没有民主的意义。几乎乡长的选举、地方选举都是厂商在操控，投资三个厂商，你出两百万，你出两百万，你出两百万，我们压在一个人的候选人六百万到八百万，这个乡长、这个区长当选之后，你就是我的傀儡的乡长、傀儡的区长，对原乡的民主意义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也要建议我们的中央政府，包括立法院，组织改造，中华民国的组织改造应该改为二级制的政府，就是中央、院辖市、县政府、乡长、镇长、区长一律改官派，那这样才会提升行政效率。我们高雄市官派区长之后，行政效率非常的好，那么提升公务员为民服务的机制是存在的。屏东县八个山地乡有四个乡长被起诉贪渎，有好几个议员因为贿选都送法院。那么其中比较严重的山地乡，我们现在才两年多啊，乡长改选，议员改选，那我们原民会一个以赛啊，一个秘书啊，两年当中就选了三次，
他这次呢还选议员，为什么出状况？贿选贪赌，贿选贪赌，一直重复在原乡。作为民主制度运作的后遗症非常的大，所以我主张包括原乡的乡长区长选举废掉。我也主张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要改造为二级政府，二级制的政府，中央院辖市县政府区长乡长镇长官派，这个就不用答复了哈。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各位，这个不用答复。那么水塔对我们原乡的农地需求很重要，那么我也找过农业局，那么农业局希望农业局这个部分能够跟原民会来做合作，有原民会的会诊需求者，然后再转到农业局的一个需求经费来合作，来帮我们地方农民对于蓄水池水塔的需求。你们报计划，反正曹启宏他是农业县县长嘛，农委会的主委是农业县的县长，当过农业县长，我想这个啊，也希望农业局呢能够把这个议题向我们中央的农委会来做需求。那么诸位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你把需求计划转给农业局会诊以后，农业局就可以协助水塔蓄水池的问题。那诸位答复一下，要快速的答复啊、哦！好，谢谢主席，谢谢咱们非常议员。我想原乡的需求这部分我们可以调查，那至于这个水塔的资源哈、哦，要往哪里去，我们会跟农业局局长一起来研究啊，包括可能要向中央的水利署啊，因为议员提的水塔是灌溉用水的水塔，对对、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原民会责无旁贷，我们来调查原乡的水塔的需求。好，请坐。我刚才在补充我前面那一题的议题，原乡恢复为公法人之后，好像产生了一个竞争恩呢，很像北韩的竞争恩呢。我们的里长上次到我们市政府陈情，竟然被骂，就要扣你薪水了。他凭什么扣我们里长的事务费啊？里长不可以在区公所发言，我要扣你薪水。我们乡亲呢，不能到区代表陈情，也不能到议员陈情，要不会给你开农路。所以我们现在的里长不敢吭声啊，因为我们桃园区区公所啊，有小的金正恩啊，像北朝鲜的金正恩。假如我们台湾也有金正恩，我会叫台湾的金正恩啊，用火炮的炮轰你桃园区公所的金正恩。一个民主社会竟然有这样的行政机关，许多的山林守护员下班之后还要给他酒测，那么公务员呢稍微在 FB 里面按赞就要打一等打兵等，谁跟议员按赞就给你打一等打兵等，这是公法人吗？我们桃园区啊不是北朝鲜的一个乡啊，里长不敢讲话，民众不敢到议员的服务处陈情，也不敢到代表会做陈情，区长秘书啊叫员工不要喝酒，两个天天喝酒啊，他说我们管不到，议员管不到，市政府管不到。上次一个科长他们是利用上班的时间喝酒，一个老乡长酒醉开小货车
载了现任的科长翻车被压死，参加那一场的公务员啊，包括区长啊、秘书啊，像鸟兽散一样不负责任，被压的那个科长就这样去世的。这样的行政机关，这样的行政机关像我们中华民国行政 体制之下的行政机关吗？好，这次航海补助农委会在一月的时候就下过公文要申请航海补助。我问我们农业局局长，其中有没有梅子可以申请，水蜜桃也可以申请，有没有这样？请局长答复。局长请答复。好，谢谢主席啊，谢谢伊斯坦大议员对农业的关心。那么在这里跟伊斯坦大议员报告一下，其实在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那么农委会呢在1月25号已经公告，包括我们梅子呢跟水蜜桃都有。那么1月25号我们接过公那个公告以后呢，马上传真给各区公所。1月26号呢我们正式发函给各区公所，务必要照顾到我们农民的损害。好，谢谢。也就是说我们桃园区公所根本没有报，我们民众就问我们的区公所为什么没有报我们的梅子或者是其他的作物航海的补助，他们就说被议员挡在农业局。你看这种天天说谎啊。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真正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桃园区公所，区长没有负责任，承办人没有负责任。那区长一定有看过公文啊，我们当行政首长一定有看过公文啊，农委会是什么公文内容，补助什么，期限是到几月几号，你这边盖章也不看内容，所以残害我们地方桃园区啊，很多作物没有办航海的补助，只有芒果。那么这样的行政机关真的是让我们地方乡亲啊心痛。区长最会说谎，所以我认为啊，原乡恢复有公法人选区长，我当时候努力在争取，我今天表示我非常后悔，人民也非常后悔。哪一个区长当选敢说我跟市长平起平坐啊？没有行政制度，没有行政伦理。我们也要拜托我们立法院的立委，这样的区长选举应该废掉了。一个地方政府哪有一国两制啊？原住民的民主政治糟蹋自己的族人，所以我今天我非常的后悔，这个公法人的乡长区长选举扰乱地方资源，扰乱地方的行政伦理。所以我慢慢感觉到，万一有一天原住民自治头是这样，我看那个族人啊真是倒霉一辈子。那么下一题，我知道这个我邓议员、唐惠美议员有提过，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博物馆能够设在高雄，有它的必要性。我们有16组，有的县市是单一族群，我们有16组。那么大高雄呢，有一个它的历史的渊源，高雄市的整个目前海边呢，现在的港口是南岛民族的航海的大廊道。我们原住民到过纽西兰，碰过他们的一个部落的头目，他们会说我们是从台湾来的，我们的哥哥是台湾的原住民啊，
兄弟。所以台湾原住民的博物馆，我也要拜托市长能够努力的向中央争取这个台湾原住民的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将来呢，我一个构想，比如南岛民族的外交官、总统、领袖就可以招待他在博物馆里面，让他有回家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市长能够这一点一定要努力再努力，请市长帮我答复。来，市长请答复。谢谢主席，谢谢伊斯坦大议员。有关于原住民的这个博物馆，那上一次我们大概碰到的那个义匠主委，那我们一再的跟他说明，第一个，高雄是整个原住民最丰富最多的族群，那我觉得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最重要啊。大概我们也有把高雄市政府的意见，那我会觉得我会继续再跟他沟通，那我会认为如果在中央的部分，我们希望这个义匠主委能够支持，那如果相关其他的政务委员，我们也愿意继续跟他们协商。因为现在台湾的原住民只有在高雄市，它有16族都有在高雄在我们这个土地上生存努力奋斗，那有很多丰富的历史，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会继续努力。好，谢谢市长，谢谢。我在谈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即将打通，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高雄市政府有关交通局、观光局未来能够努力的宣传、努力的宣导，我希望把南横公路变成为国际观光的国际道路。因为原始从眉山到天池、向阳这一段的山林非常的美，所以要拜托我们的观光局、交通部、交通局、原民会能够提早规划如何让南横公路行销变成一个国际观光的道路啊。所以这个不用答复啊，在你们的规划上把这个议题当作重点。那么社会局边缘户的协助，这个很重要。那么我遇到过乡亲手呢爆炸，这个手掌啊爆炸，就是火药玩火药爆炸以后，四根指头剩一个大拇指。事实上他这个右手呢没有办法工作，但是申请补助的条件是属于轻度。那么还有一个案例，他的左脚他的脚掌一半是被切断了，他也不能工作，他要养小孩，但是呢相关的规定没有实际的给他应该有的协助跟补助。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找时间跟我们社会局呢来把这个个案提供给我们的社会局的局长啊。再过来，最近乡亲呢到过议会陈情，变更地目包括林地、油漆用地等等，我希望我们的原民会跟地政局，我会找时间在我的服务处啊，你们就到桃园我的服务处，想变更地目的乡亲来带什么表格、带什么申请书，然后你当场说明、当场处理行政程序该准备什么资料。所以这一题不要答复，我再排时间。包括联络道路的桥梁，我提到日月桥、安定桥这个部分，原民会一定要再向我们中央的原民会呢来做继续的努力申请。南横公路即将打通，我们一个部落叫拉乌兰里部落，
八八风灾以前，这个部落啊，它是观光客服务的一个重点。那么只要一过年，过年过节停留在拉弗兰里部落的游客相当的多，所以当时这个部落呢组成了部落的民宿联盟。那么我们希望除了梅山宝来之外呢，拉弗兰里部落是值得开发为观光服务的部落。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观光局的曾局长有在吗？能够跟贸管处一起合作，看如何把拉弗兰能够比照我们宝来照接的这个模式呢来开发。而且拉弗兰里这个部落呢，部落你叫钻井就是温泉，我们那个部落地底下都是温泉。那么移民会的主委啊，希望能够找时间编一些经费先钻滩啊，这个也不用答复，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曾局长也不用答复啊，你知道有这个议题就可以了。其中有一个要改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七公所原先的七公所包括移民会里面的标案常常办活动，应该有厂商，但是我们看不到厂商。整个标案活动的执行者是公务员，要不然就山林守护员，看不到厂商。照理来说你是标案的厂商，人力材料布置都应该由你厂商来负责啊，而为什么是公务员在还在执行厂商的工作？那我是厂商，我标到一个农路，那是不是叫我们的公务员去打板模？是不是要叫我们的公务员去铺水泥？一样的道理啊，委办活动的厂商应该全权由他处理，公务员只能在协助行政处理行政作业的部分呢、啊？为什么当厂商的工人？桃园区公所常常就是这样，这个内幕是有问题的。不过移民会谁标到活动内容的得标厂商，他应该全权负责整个作业。我从来没有看过厂商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么复杂，因为不用答复我就告诉你，因为时间的问题啊，你再找我啊，主委再找我啊。好，我们常常说九二共识，那什么叫做九二共识啊？我相信很多的民众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九二共识。那么研考会主委，什么叫九二共识？来帮我答复一下。答错了，有没有？研考会的主委有没有在？什么叫做九二共识啊？谢谢议长，谢谢议员哈、哦。那所谓的九二共识啊、哦，它其实主要的争执是在一个中国，就是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哈、哦。那这件事情当然两岸中间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为什么在台湾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世代差异。那有一部分的老一代的，他可能把政治跟文化混淆起来，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有些人会认为说啊，要接受九二共识，但是新的一代已经兴起了，其实对他们来讲这已经不是包袱了。所以小英总统在演讲里面并没有提到九二共识，这其实是影响一个新的时代。以上好，请坐。但是我们民间的看法对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你的答案跟我们民间的答案不同。好，我告诉各位长官，真正的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什么？有九个答案：吃、喝、玩、乐、诈、拐、虚构、
恐吓、侵略，这个就是九二共识。我再念一遍，我代表民间。好，谢谢议事党大执行啊，休息10分钟。